许怀瑞咧，啊来了来了哈，现在该主持了，来赶快进来哈。俊业来了。来，那个，我需要你安静哦，然后集中你的精神，我们把剩下的东西哦，按部就班的、扎实的把它学好哈、哦。那个地理先收起来，先翻到课本72页哦。我们上次是不是开始来谈这个问题，但是没有谈完，对不对？我们课本这个例题八，它是说把这六个数字呢排成六位数，共有多少个，对吧？我上次是不是跟你们说，如果从这六个数字里面哦，选三个排成的三位数，同学有几个？上次要你们数数看啊，有答案吗？我记得好像有同学给答案，对不对？后面好像有，自己试着这样子。如果是六个选三个排成三位数，可以排成几个？16个。好，这个答案是对的吗？不知道，但我们常常哦，同学在做排列组合会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即便你用穷举法，你有时候也不太知道说我这样穷举到底有没有漏掉。我提供一个个人的解题经验给你参考，好不好？来，同学你看这边哦，从这六个里面，对不对？选三个，对吧？然后排成三位数，来 solution 哦，跟着我一起哈、哦，选三个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考虑什么东西呢？考虑第一种情况叫做三同，这是排列组合里面经常使用的一种分类技巧哈。三同，知道什么是三同吗？三个数字长得完全一样，这个叫三同。好，我们先把所有情况写出来，然后等一下再一个一个思考哈。请问你三同的下一种分类的情况应该是什么？两同。两同一异，写上去，两同一异。这一种分类的技巧，你要把它学下来，在排列组合里面经常使用。来，两同一异，对吧？然后再来，请问你两同一异的再往下分类应该是什么样？应该是有人说，老师，那接下来应该是一异，这个叫什么？一同两异。同学有没有一同两异这种东西？一同两异其实就是什么？就是三异，就是三个数字都不一样，这样可以吗？来写上去啊，就是三亿。不好笑，不要再讲了。好，来，知道吧？这是一种分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哦，从这三个分类开始来慢慢的做思考哦。我这边速度会很慢哦，仔细听哦。请问你在这个题目的设定底下，有没有可能选到三个同样的数字？三同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呢？不可能啊，哪里有三同让你选？又没有三个一，对不对？所以三同这种情况，我们基本上是不用考虑的。好，那请问你哦，两同一异，穷举穷举，我咧惊啦，吼、哦，穷举啦，吼、哦，来穷举就穷举吧。来，两同一异有什么情况？比如说怎么样？两同嘛，那两同可能是怎么个两同法？可能是两个零，对不对？然后搭配谁？两同一异啊，可能是零零一啊，或者是多少？零零二啊，对不对？两同一异嘛。那还有什么情况？两同一异还有什么情况？讲话啊，比如说一一怎么样？一一零嘛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一什么？二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你知道吗？两同一异嘛，这样可以哈。来啊，还有什么东西？二零啊，还有什么东西？二一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哈。来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那同学我问你哦，它排成三位数，是不是有考虑它的排列？那排列的话，请问你两个零，一个一。如果要排成一个三位数，请问你排成的那个三位数叫做谁？100啊，就是100啊，只有一个啊，对不对？就是你知道我在做什么的，是吧？所以就100。那002排成一个三位数，请问你那个三位数是谁？就是200啊。我在用穷举，你知道吗？
穷举给你看啊。那请问你哦，110拍成一个三位数的话，有几种情况？两种。哪两种？110跟什么？101，对吧？那同样的，哎，那我问你哦，112拍成三位数，有几种情况？三种。三种啊，其实就三阶除二阶啦，其实你心里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就是11多少？112，然后一怎么样？121。啊，还有谁？211。同学，我现在在做穷举，你知道我意思的。我现在就在做穷举，对吧？那220排成一列，因为要考虑三位数嘛，对不对？来，请问有谁呢？有220，还有谁？202。哎，这样可以哈。那221，其实同学知道这里有几种？三种，三阶除二阶嘛。其实就是二，我就全部写出来。二怎么样？21，然后二怎么样？12，然后再来是一怎么样？22。哇哦，好像数出蛮多个哈。来，我等你啊。这样可以哦。好，然后同学，我再问你哦，两同一异的，我们是不是已经都讨论完了？我没有漏掉哦，我没有乱数哦，这样对吧？好，那请问你三异呢？三异是什么情况？三个数字都不一样，那就是谁？哎，三个数字不一样就是谁？零，还有谁？一，还有谁？二。那零一二排成三位数，请问你有几种情况？哈？几种？四种，两种。哎呦，到底几种呢？其实你就想嘛，三位数对不对？就是零不排首位啊。所以就是你应该知道这应该有几种，有四种情况，哪四种？210嘛，啊还有谁？201啊，啊还有什么东西？120啊，啊还有谁？102嘛，对吧？把所有情况列出来，同学穷举没有在怕，对不对？分类就好了。所以我们这样分类完哦，真的有16个吗？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，等一下，我是不是算错？为什么答案跟你不一样？我看一下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，哎，对，16个。我刚才不知道为什么多算一个，16个没有错啊，16个可以吧？可以啊，土法炼钢嘛。OK， 好，来，我们这个就不多说了哈。老师，哎，是。那如果同学把它举到什么六七十个那种嘞？他有其他的方式，好，排列组合，他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学这个东西的精神是什么，好，慢慢来。穷举。来，翻到73页，慢慢来啊，好，这个我们慢慢学哈。来，73页，我们已经快教完了，好，我们礼拜三一定会把它全部讲完，然后还有一些可能要补充的东西哦。你看到73页上面的随堂练习哦，上面那个随堂练习是个很好的问题哦。他说有七个数字，哪七个数字呢？四，然后3个5，3个5对不对？啊，还有什么东西？3个8，3个8，好，排成的七位数中偶数有多少个？来把偶数有多少个画起来。排成七位数嘛，那你就准备好七张椅子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第一张，好，中间点点点，我直接跳到第七张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直接跳到第七张吗？因为你要确认它是偶数的话，你只要看谁，看第几张椅子就可以了。看最后一个椅子啊。那我问你嘛，如果要偶数的话，你最后一张椅子一定要摆谁？一定是4或8嘛，所以就分两类啊。你不是摆四就是摆八嘛，我就分两类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这很简单的问题。那请问你，如果第七张椅子摆四的话，那么它的排列数有多少种呢？哎，摆四的话，那我是用掉咯。那3个5、3个8做直线排列，请问你应该是几阶？6阶，再除以多少？3阶啊，有相同物的排列嘛？哎，这会不会很困难？来，请问你6阶除以3阶，3阶多少？几个？20哦，是20哦，哦，这千万不要算错哦。然后再来，如果8排最后一张椅子的话，
我们的八长得都一样，所以你随便用掉一个八就好了哈。来，所以应该前面的话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样是六阶，来除以多少？三个五一样，所以除以三阶。然后还有两个八长得一样，所以再除以几阶？二阶。来，六阶除以三阶，二阶是多少？60。很好，来分类讨论嘛。所以最后根据加法原理，本题答案是多少？80。就这样而已，同学，现在排列组合没什么了不起。好，那我们很，你不要花很多时间去做那种很早期的一些很偏的题目，那种题目是不会考的，你知道吗？好，然后学一些很奇怪的题目，然后以为考试会考，不会考的，段考也不会考，学测也不会考。哦，我不知道你学那东西要干嘛，哦，我不太懂。哦，好，是，哎，是。这题可以说全部的方式，然后减掉那个五十最后一步。啊，可以啊，反面做法嘛。对，把不合的扣掉嘛，当然可以啊，这个是要没什么不可以的。来，我们现在看到73页哦，73页这里，我要重新写一个 key 哦。这里出现了一个很妙的标题哦，这个标题叫什么呢？叫重复排列哦。来，这里帮我写一个 key 哦。排列有两种哦，哎，把它写上去。排列有两种。一种是什么样？我们之前学的排列是什么排列？你知道吗？是不重复的排列。不重复的排列。然后现在我们要告诉你说，其实还有一种排列是怎么样？是重复的排列。OK， 好。把它写上去了，慢慢教。那我们现在重复排列，这一次段考进度就教完了。其实我们后面学到组合，一样会有不重复的组合跟重复组合。我可以先跟你讲一件事情，有一些学生会试图去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他会想说，哦，那我知道排列分两种，重复排列跟不重复排列，组合又分两种，重复组合跟不重复组合。所以他看到题目，他就会想说，嗯，这是这四种里面的哪一种呢？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，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，因为你这样想的时候，你到后来都会整个乱掉。所以这个我先来解释一下，什么叫重复排列，什么叫不重复排列啊？哎，这个东西哦，我这样讲好了，如果这里有 A、B、C 三个字母 ，A、B、C。选两个，哦，选两个，然后怎么样？来排成一列，好，我们现在就是在做排列的动作。OK， 我画图给你看哦，好。谢谢。慢慢教，哦，把它讲清楚。好，哎，跟着我写啊，好，哦，哎，选两个是不是？来这里 AA， 这里是 AB， 这里是 AC。然后这里是 VA VB VC CA， 然后这边一样，怎么啦？星期一好累啊。哎呦，有什么好累的，还不就这样吗？星期一特别累。有这么夸张吗？好开心哦！对啊，这个礼拜只要上三天的课就结束了呢。哦，哎，把它写上去哦。哎，有没有人要告诉我一件事情哦？哎，它为什么叫重复的排列？什么叫不重复的排列？不重复的排列代表 A、B、C 可以怎么样？可以重复选。排列就是要考虑顺序，所以你现在开始你要注意一件事情，题目它设定的那个情境，它
他的那个东西能不能重复选？你说老师生活中有让我可以重复选的吗？当然有，我现在跟吕玉松玩一个你们日常很常玩到的游戏，剪刀石头布。请问你，我跟他玩一次这种游戏搭配出来的情况会有几种？一定是九种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剪刀石头布三个可以选，他是不是有三个可以选？可以重复选啊，我可以选剪刀，他也可以选剪刀。你听懂这感觉吗？所以，但而且要考虑顺序哦，要考虑顺序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来，同学问你哦，如果是指不重复的排列，这九个都可以要吗？不能重复选的哦，所以是谁不能要 ？A 不能要，把它划掉。不重复的排列，比如说三个人选两个排成一列 ，BB 不能要，因为人不能重复选嘛。CC 是不是不能要？那这个东西我们数学上把它称为叫什么？这个叫 P3 怎么样？取二啊，就是三乘以二，所以情况有几种？有六种啊，哪六种？就这六种啊 ，ABAC，BABC，CACB， 就这六种，就这样，不能重复选，但是要考虑顺序的，这个叫做一般的排列，又称为叫不重复的排列。那请问你哦，重复排列这九种是不是都能要？对，都能要啊，我可以重复选啊，而且要考虑顺序，所以这个东西叫什么？这个东西叫做三的平方，叫做谁？叫做九。以前这个还有代号，但是那个代号已经被拿掉很多年了，所以现在就写三的平方就好。哦，不然以前他自己有一个代号的，哦，什么 P 啊、C 啊、H 啊，就是他自己有一个代号。哦，他现在已经不见了。OK， 所以你现在了解什么叫重复排列吗 ？OK， 这样就好了。哦，知道有一点概念就可以。好，好，那现在我们好像可以开始做题目喽。来，请你翻到74页。你只要知道重复排列的概念哦，啊，题目来，反正就来一个杀一个嘛，对不对？哦，74页，我带着你慢慢做哈，这边不急，我们已经快交完了哈。74页，我们先来看一个很简单的题目，来，例题9，在这种。